去去。好，卡住了。哎。再一次把它拉出来，直接拉出来，再拉出来，直接拉出来，不要做错的地方，不要再弄。它突然被这个吸引。好，来来来。去的时候，如果他没有那个哈，你就稍微拉上去一点，他才有那个感觉，赶快握到。林心，去，去 ，yes。哦，没有哦，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再一次，你这个你叫他上去的时候你左手要有一个强制力给他下一下，好，推上去这样子啊，不然他林心来，给小了，就是这么啊，鬼轻上去。你看哦，这个柴犬教这个有点困难了。哦，你的手没有力量上去，刚刚上，你是后面有力量，比较没有用哦。你没有拉，对对，这个对对。哎，有喽，有吗？哎，要这种拉法，你知道吧？哦，你有没有感觉到？有。哦，你做对，他就做得出来哦。你前面那个那种要拉不拉的那种哦，他马上就皮皮的哦。刚才那个有录到吗？有，再来一次，再一次。来先没关系，就是来上去要漂亮。去。Yes。哎。好乖呀。你有一点那个去的时候那个拉，代表一种。主人的一种控制力，他就会哎，妈，你原来主人这个 Michelle 也会呢，不是那个陈教练陈老师才会哦，他马上会分辨说啊，原来你也要照做哦，不然你前面那个拉你那个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强制力的这种对他有这种感受过。
OK， 好，好了，老师好了。